大家好，我是 Data。 上次介绍完秦美仪之后，就有两三位网友建议不如介绍一下老碗会。上星期我就去了位于国贸站的老碗会，先讲下怎样去这间老碗会先。我们就会去国贸站 C 出口露出的，一直跟住条隧道咁样行，咁期间咧我哋会上几次楼梯嘅，最后咧我哋会搭呢个扶手电梯咧上到去咧就会见到咧国贸天虹商场，咁我哋跟住条影片咧就行到去咧 Starbucks 嘅门口，穿过咗 Starbucks 之后咧，咁我哋就会出条街道啦，跟住咧就再望左手边就会见到咧老碗会啦。入到餐厅之后咧，咁我哋发觉老碗会咧装修都几唔错嘅，特别佢有两款系由钢球组成嘅吊灯，影出嚟咧相当靓。座位方面就比较普通啲。老碗会嘅食物咧真系同秦美仪系差唔多嘅，咁我就试咗四样嘢。第一样咧就系一口面啊，3蚊嘅，咁咧佢份量就系比较少啲，咁味道都系好一般，咁大家都唔需要试噶啦，其实。第二样咧就系肉夹馍啊，肉夹馍咧就非常之好食喎。呢一个肉夹馍咧同我以前食过呢啲就唔同嘅，咁因为佢个皮咧系用千层酥嚟做嘅，咁啊非常之香口嘅。第三样咧就系生煎菠菜寿司饼啊，咁呢件产品咧就系令我有啲失望嘅，因为咧佢就系由一块菠菜咧再染啲浆咧去炸嘅，咁炸到咧成口油啊，食到后边咧几乎唔想食咁滞。第四样咧就系蜜蜂红豆自制酸奶，咁味道都 OK 啊，咁但系同秦美仪嘅酸奶比咧就有段距离。虽然咧我觉得佢嘅食物嘅水准咧就比唔上秦美仪，咁但系咧我都建议大家去老碗会咧试一试，因为咧老碗会喺大众点评嘅评价系唔错嘅，佢好多店铺咧都有4星啊、4.5星咁样嘅，特别系佢嘅肉夹馍啊，咁下次经过咧我都会买一个嚟试下嘅。食完嘢之后咧，咁我哋沿路咁离开啦。咁如果直行嘅话咧，就会见到金刚华广场噶啦。喺条红砖路上边咧，都有两间历史悠久嘅餐厅，分别咧就系日塔同埋苏荷。所以想喺国贸站揾啲好嘢食咧，其实就唔系好难嘅。咁今日咧就暂时介绍到呢度为止啦。最后，如果大家觉得呢段片系有用嘅话咧，就麻烦咧大家咧帮手点下赞啦，留下言啦，同埋咧 share 俾朋友嘅。多谢各位。想知道更多深圳吃喝玩乐的资讯呢？请订阅我 YouTube 频道。多谢欣赏，下次见。